上的气流会从淡漠部回旋出去，所以长时间的话，那个钟乳石的形状都是往外偏的，有点弧度。那现在上面这个整片是燕子的窝，这个窝呢，它跟平地的燕子不一样，它是利用中寒把这种地顶筑巢。现在是看不到燕子，因为一大早都飞出去了。那整片它不是候鸟，是定居在这里。这种燕子叫岩燕，岩石的岩燕。如果说你拿望远镜看，可以看到它整片这个鸟巢都有一个出入口，都躲在里面。好，这个整片定居在这里。你们看到在这样放。没有污染的，因为我们这附近没有果园，没有什么农药、什么工业，所以它是渗透的。对，可以直接喝吗？不建议啦，因为还是有这种东西有露出外表的东西，都回来看看啦。如果说梅雨季节开始的话，这边的瀑布的负离子含量是最高的。对，那我前几年那个林务局的公布，它森林游乐区负离子含量最高是超万大根，污染的内洞，一立方公分它五万颗。我们瀑布器啊，我们自己买那个负离子测试机，在这个地方测哈。只要现在开始梅雨季节来，到夏天到十月份。随便测这边一立方公分可以超过15万，真的？沙杯哦，中管的。啊，都是近热天，你若讲高雄来足热着，足多人为遮规排，拢是安尼输，真正。啊，你等下行到前遐，有测过有风的，里面都不行。现在测的话，应该一立方公分至少2万了。哦，是因为我们这边很靠近瀑布，是很好。很适合做那个负离子浴的一个地方。如果在它下面冲水的话呢，是不是更冷？你是想要灌顶？人如公。啊，进水量较少啦，啊，你若讲水量较大的时，想要接得上吗？不是，行过来这吼，裤脚拢会湿。哎，所以那时候的负离子含量最高。对，我是说，是越靠近表示负离子越高。也要看瀑布的水量跟它的地形，因为负离子形成是水分子碰撞，它冲击的越散，然后碰撞的机会越大，那个瀑布越高。所以电池都是。
So many people start to yell at me.
Don't believe.